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汾河湾》，表演者李根、郭德纲。谢谢啊，来了几位送菜的朋友啊。什么叫送菜的？送花的啊。您一上来呀，啊，大伙儿报以热烈的掌声。没有，那是给你拍的。嗯，您怎么了？您这啊，谁不知道您呢？啊，郭德纲是我。相声说得好啊，不敢当。大伙儿喜欢您，您真格的，您好有一笔。笔从何来？胡萝卜戴草帽。什么意思啊？小红人儿，这是个老词儿了啊。孙猴翻跟头，怎么讲？一步登天，他形容我这蹦跳能力。嘿嘿，马槽改棺材，怎么讲？你成人了，玩去。什么话这叫啊？晚上睡觉没盖屁股，这话怎么说？你他妈露大脸了。你这句不是我教的啊，准是跟于谦学的啊。喜欢您。哎，没看出来。听听您在这个台上，嗯，没事翻场，经常喊。你等会儿吧，什么叫喊呢？来个什么叫小翻，嗷一声就上去了。我那是垫着了，还嗷一声啊。后台，嗯，都说您这嫂子好。哎，实际上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您还没看我那嫂子。哎，对，你嫂子逮起来了啊。什么叫逮起来？什么叫嫂子呀？就用这个，就这个地方，这叫嗓子。嗓子，嗯，您那嗓子跟我比怎么样？差远了。这么说您这嗓子好？我好嗓子是吗？像这种场合，嗯，您敢唱吗？反正我这脾气是哪儿都敢。哎，跟我没法比。哦，有什么区别？像这种场合，嗯，我不敢唱。那你就死去吧。我以为说出什么来了呢。我这一唱啊，怎么样？恐怕这灯泡能炸了。哦，你够方人的。什么叫方人呢？啊，据这个科学家考证啊，说我这嗓子能摧毁建筑物。哎呀，您说这科学家没证吧？啊，什么叫没证？有事实。您给说一说。有事实。有一年，嗯，我在美国啊喊了一嗓子，结果呢，当时塌了一座楼。后来据说有个姓拉的把这事儿给扛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人叫拉拉拉啊。什么叫拉拉拉呀？拉登干这事儿是你干的？哎，跟我赶上了。我说你身是山气呢啊。山气干嘛？嗯，我喊的，我这嗓子好。知道我干嘛的吗？哎，这可是说到正题上了。知道吗？嗓子这么好，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呢？咱呐，嗯，演员。谁呀？我。哦，你是个演员。演员。还真没看出来。没看出来呀。咱是唱河北梆子的。呵，我这都有了尿碱了啊。嗯，这么大腕怎么说话呢？这是演员嘴够松的啊！唱河北梆子的，嗯，哎，河北梆子演员。哦，您是唱梆子的？唱梆子的，传统的戏曲。看怎么了？嗯，但不知道您唱哪一宫啊？什么您呢？您是哪宫？宫啊？啊，这您外行了，您外行了。怎么呢？这唱戏不分公母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？公母全能来，公母全行。哎哎哎，你太客气了啊。嗯，这个我知道您这能力啊。嗯，可有一节唱戏的时候人家有一句术语，嗯，您唱哪宫说的是唱哪一个行当。您说行当不就完了吗？啊，您这个都不懂吗？是是是是。咱是那个老母鸡。这是要下蛋啊。你说话呀，您当着大伙的面您讽刺我，您说什么？我还没给你挤了呢啊。挤了干嘛呀？什么叫讽刺？您讽刺我。我问您唱什么，您这连拍膀子再撅尾巴的。什么叫撅尾巴？这做派没看出来吗？咱是唱那就那个
个，就那小媳妇儿的那个。哎呀呀呀！哎，台上一扭的。哎呀，呵，行了，哎呀，那个，你再把警察扭来啊！这您说这是唱旦角啊？对对，旦角啊，旦角，咱旦角啊，是是，大花旦。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啊！您是唱旦角的。旦角。哦，哎呀，但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啊？称呼啊，嗯，哎呀，这个提我恐怕你可能还不太清楚。哦，不太认识您。哎，您要提我的师姐。哪一位？像您这小么蛋儿的应该能有耳闻。你把脚下去啊，嗯，我还小么蛋啊。北京有一位。哪一位？刘玉玲。刘老师，那是我师姐。人家60多了，跟你论姐弟，你管那干嘛？那是我师姐。哦，你师姐叫玉玲，玉玲，你叫芋头。哟，这么说你很面乎，啊，这很面乎。芋头吗？你不懂啊？不，芋字背里，我是头，简称芋头。呵，你瞧瞧，您下面那棵叫山药是吧？什么叫山药？粗粮是吧？老离不开菜园子，您这。呵，没想到，啊，这个今天是一个好机会。啊，在这儿我能看见芋头啊，回去您可想着给白鼠带好去，啊，你什么意思吧？就是我很崇拜你，万没想到跟艺术家能站在一起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能够听您唱一唱啊。在这儿您不哪儿都能喊吗？是吧？在这儿我这么大腕儿没看出来啊，陪您我清唱一个，嗯，不想我得扮上，哎，带上那个龙头。哎呀呀，先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带上龙头，您得给我们拉煤去啊，嗯！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外行了，嗯，外行了，我又外行了，外行了，嗯，我净干外行事。唱戏，嗯，得穿上龙头，知道吗？啊，那叫龙头。哎，我们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，嗯，我们管它叫行头。我说行头怕你不懂，嗯，啊，是我这不长能耐了吗？行头，咱得有行头啊！是是是是，你们这儿有行头吗？没有，那不行，唱不了。不不不，我们这是说相声的后台，不会预备这种服装的。那我也唱不了。哎，您跟我呀，这样吧，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，嗯，我陪着您，咱们唱一出可以吗？我，对，带着你啊，玩玩。您这话说的可够牙碜的啊！行吗？可以，那咱们就玩玩吧。在这儿，嗯，那你挑什么玩意儿？就我挑啊？挑戏呀，啊，挑戏。这么说，您答应跟我一起唱戏了？多新鲜呐！好极了，嗯，很荣幸的一个机会，今天跟芋头一块合作啊。这个谢谢大家吧。我要挑戏，我可会不了太多。您挑戏，嗯，咱们唱一出，哎，辕门斩子怎么样？什么戏？辕门斩子。哎呀，这戏温呐，这戏还温，戏太温了，这不行，这不火爆，咱得来那火爆的呀。火大了，芋头就蒸烂了。您别老提这芋头，您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反正是不喜欢这不行，我怕你来不了这个。哦，这是担心我。哎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哎，咱们来一出，诸葛亮战北元怎么样？水浒戏。好，水浒戏好，我来那个。我都说出诸葛亮来了，孙子。您不礼貌了。我没抽你就便宜你了，真的。水虎，我这只说诸葛亮，还水浒水浒的。什么戏啊？战北元呐，啊，战北斩正文。斩谁？啊，我给您换一出吧，好吧。这戏我怕你没有。对对对对，这身上看身上。这杀人真得砍，说实在的，我说这戏后来都不唱了呢。台上真杀人啊！你换，这不行，这个，反我会的多，你换吧。哦，是是，我再说一个，您要会咱们就唱，要不会就拉倒了啊，好吗？咱们来一出分河湾。你还会别的吗？不会了。你看，您就会三出。咱就分河湾，您看行不行？分什么湾？河。
分河湾。对，分河湾。嗯，好，我喜欢这名字。分河湾。嗯，分河湾行，来吧，来好吗？来来来啊！什么玩意儿就来呀、啊？分河湾嘛，你这等雷劈呢？你这啊，等雷劈干嘛呀？哪儿就来，咱们得分分角色。哦，还得分分角色。俩人唱戏，分分角色嘛。那我来个薛仁贵。你看，您这就不对了。怎么呢？当着大伙的面，我就不好意思说您。为什么呀？我得来薛仁贵呀。这我得来薛仁贵。我薛仁贵。我得薛仁贵。我本宫，我薛仁贵。您等会儿吧。啊，薛仁贵是老生，您不是唱大旦角的吗？啊啊，什么啊呀？哦，薛仁贵是男的。好，您睡醒了，这是。啊、对 对, 对，薛仁贵，那你来薛仁贵，那我来谁？我来谁？您别不清头吧？什么叫不清头啊？什么叫不清头？这咱肚子里装着呢，我芋头，我不懂这个。你来，你不光肚子里是芋头，你脑子里也是芋头，跟你说，死了堂儿，你这玩意儿都是啊。你脑袋面，我唱薛仁贵，你来这个柳银环，谁？柳银环啊？柳什么环？柳银环，柳银环，对，柳银环，柳银，好，柳银环，记住了，我喜欢这名字，柳银环，行，柳银环，行，咱来哪场？您真要给我们唱吗？嗯，这个您真会假会啊？你台上见，台上见，台上见，咱。我看你现在就挺贱的，真的。啊，就是问路这一折。问路，对吗？问路，打听道。给您道喜，对吧？您有行准了啊！打听道好，打听道还有别的名字吗？打听道还有什么别的名字呀？还有什么？你想说什么呀？就叫这个，就叫这个呗。听他们说有这块叫什么嫖院还是闹院？没有，没有。我记得他们说这块有那么一就不解放后不让仗了啊！行，那咱就打听道了。打听道了，打听道。哎，对对对对，那来吧。两个人的戏啊，嗯，你扮演的是妻子，我扮演的是丈夫。一别十多年没见面了，在窑门以外夫妻相逢，就是这么一点故事。您是我的丈夫，我是您的妻子，咱俩人两口子。咱可事先声明啊，这可是假的，多新鲜呐！啊，您别好，演完出您跟我走。您非跟我回家睡觉去？说实在的，就您这个头我看不上您。我去你的吧，我什么玩意儿？你想的太周到了啊！咱都得交得明白了。咱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了吧？现在可以了。哎，搭一搭桌子，分出来前后台好吗？搭桌子。哎，把桌子搭开，分出前后场来。谁跟您搭呀？咱俩人来、啊。我跟您搭。对，我这么大角儿，我芋头，我跟你搭。你等着，搭完这个你好上屉。啊，说话这您的意思是自个儿搭是吗？我别自个儿搭呀，咱俩人来吧，好吗？真是我就没干过这活儿。是，我说实在的，这么大角儿的，你怎么大角儿了？你行了是吧？说正了啊，来吧。这个，因为我们这个说相声唱戏，他也没有服装，所以就得素身唱。哦，就光着。哎，没光，光就行。哎，今儿来着了啊，看您哎。谢谢各位啊！这块卖您了，没听说过，这块卖您了，哪一块也卖不了我啊！大伙儿还鼓掌了，你们是想上华清池去错了吧？啊，乔洗澡的啊！我刚才那意思，素身唱就指着穿这身衣服，顶多了咱们稍微的化化妆，区分出男女来。那我得化妆了，你得捯饬捯饬。咱是小媳妇儿啊，是是是，卖的就是咱这个呀！你看看，我化妆太好了啊！这孩子聪明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时候戏其实在梆子里面呢过去是常唱啊，但是后来呢这个好多人都不唱，因为这戏呢它既简单又复杂。什么意思呢？你要说糊弄糊弄也能唱起来，但你要、哎、这怎么包？这您不会啊？不会，他们都是自个儿包。您来我给你改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好吗？跟您这儿我还得蹲下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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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脸冲里边，来来来，低头低头啊。今儿有日子没唱戏了吧？您别扭。来，抬头看看，
你记住了啊，只要有这么包的就是我发明的。哎，你现在大可以不唱戏啊，你接着上美国喊去吧。您给我包一什么形象啊？这挺好，挺煽气你这个啊。我冲我这包上，哎，咱这身材往这一站，哎，您看我像不像那个徐静蕾？我看你不像徐静蕾。那我像土地蕾。嗯，什么玩意儿？这都是真好看。哎呀，咱们唱戏是不是得有那个、那就那个哪个呀？就那呼呼，呼呼没有？那您有西周？嗯，西周干嘛？还有酱子啊？呼呼嘛，弦儿啊？就那哐哐哐哐哐，咱俩聊不到一块儿去。有吗？这说弦儿，你这哐哐哐，有吗？文武家伙是不是啊？对对对，场面。说场面怕你不懂。哎，我什么都懂啊，我就跟你装糊涂呢。咱们这样吧，咱们拿嘴打家伙。使嘴打家伙？您上场我打家伙，我上场您打家伙。头一回，我这是，我头一回这样。啊，真的呀？我真头一回。以前你都哪样？以前咱正经，咱都陪着我来。得了得，您今儿不正经了啊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咱们还需要一把椅子。要椅子？得要一把椅子。要椅子干嘛呀？椅子得坐呀。我还得坐着呢。好，您这蹲着歇惯了是吧？啊，那坐坐行行啊，椅子就完了啊。椅子呢？啊，我给你找一把去。啊，您找去啊。我给你找一把去。你看，今儿我展示一下啊，跟这个，哎呦嚯，这椅子比您个儿都高。您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好，打现在开始我们俩合作唱一出河北梆子分河湾。我可爱给你唱了啊。嗯，哎呀，这来阿富汗卖布头的这是。哎哎哎，您这戒指掉了啊。戒指来吧。来，那个一开始就是你叫啊。那您叫。哎，别去，这客气的，你叫。您叫。不是你叫，非我叫可不呗？那我不客气了，来吧。好，嗯，宫保鸡丁，啊，鱼香肉丝，嗯，两碗米饭，哎，两瓶啤酒，我够了。哎，扣着十呢，你这啊？你不让我叫吗？我让你点菜啊。那应该呢。啊，那点菜在楼下知道吗？啊，这楼上不是啊？让你叫板，叫什么？叫板。在哪儿叫板？就在这儿叫板。就在这儿。对。好嘞。开始。你们哪个不服上来？哎呦我。上说句儿来着，还叫板。哎哎哎。哎。玉涛。不上来。玉涛你说。哎。别。咱玩过拳儿。啊，别。上来得弄死你知道吗？不叫板吗让我。就你这样一呼就瘪啊。叫板说的是唱戏的词儿，谁让你跟大伙儿挑衅呢你这是啊。什么词儿？什么词儿？就搁这后边叫板，你不会闷帘啊？闷帘啊，有一句搭调啊。来，不是我来什么来？就听我，我看看您潜质。您来，您都捯饬成这样了，还看我潜质？看你潜质，来，就一句嘛，丁山儿该来了了吗？哦，打这儿唱啊？啊，是打这儿唱。您事先真没交代清楚。你看，你以为打闹天宫来呢是吧？来，来，丁山儿该来了啊。丁山儿该来啦，丁山儿该来啦，儿哎！你老奔我，啊，你这，你这打天上人间跑出来的？嗯？什么意思？这你这个姿势看着要发财样啊？不让我叫吗？你还要货？您这叫街呢？您这是啊？叫街可以呀，啊！这别！您没听明白？嗯，河北梆子旦角出场。嗯嗯，您这是在后幕里边呢。这句叫搭调，搭什么？搭调，搭调。嗯，还真不懂。搭调是吧？您唱这么些年戏，您不懂呀？搭调是吧？很简单呐，简单，特别简单呐。来，丁山儿啊！该来了啊！瞧瞧，这叫人性刺，知道吗？这小黑胖子人性太刺了。
你这模样你准在天津说过相声，这下三滥劲儿大了，你看了吗？这句谁唱？你唱啊。废话，你唱。我唱，你凭什么给唱了？嘿，好，多刺激！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来，先入为主。是。好，这四个字你准不会写，真的，我告诉你吧。我待会儿唱出来，不新鲜了。哦，不鼓掌，哎，对不对，宝贝？准鼓掌，准鼓掌啊！刺，这叫人性刺。咱来吧，你得来吧，娟儿，来吧，来吧。哎呀，我在日子说了，这是。来吧，来，您会了吧？会。你要死你啊！要了亲命了！我弄一疯子来！干嘛呀？你不得唱吗？我唱，你凭什么挡着我？好，您这，我问你，您这句是什么呀？唱啊，这是搭调，对吗？对，在帘里边没出来呢。我这个好比就是那门帘。哎呀！您这是门帘啊！啊，您以为？好，我误会了。哎，我以为你挡着我呢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都是。您这是门帘，门帘子吗？哎呀，您了这还竹帘子。我去你的吧！啊，准备好了吧？来，门帘就行了。哎呀，我可爱跟你来这个了，来吧。丁山儿啊，丁山。干嘛呀？你有病啊你啊！谁有病？你该吃药了吧？哎，不是那段啊！谁有病？我挡着你的手了，干嘛呢？你讲理不讲理？我怎么又不讲理了？您这是什么？我这是门帘啊！还是的啊！我扶点门框。不像人话，知道吗？赶紧唱！哎，真是。外边来打狗的了是怎么着？什么打狗啊？你疯了！你一趟趟往回跑啊！我得跑。怎么了？这儿有四句词儿对吗？多新鲜呐！你看看，不是你逮着理了？你是怎么着？你看，咱得对对词儿啊！好，您这哪儿又想起对词儿来了？我专业，您业余，您扇棒槌，咱对对词儿。等会儿吧，棒槌就完，还得扇棒槌。哎，我真当啷唱出一句，你等会儿什么玩意儿？当啷带着脚镣呢？就我唱出一句来，您接不上。你要能唱出一句来，我是那个。嘿嘿，大伙儿笑我。你看哪角捯饬的跟孝子似的？是人家孝子，你不懂啊？这个性。嘿嘿，得了，给您道喜吧。对的词儿，唱了一半还对词儿，就这四句老词儿值当的吗？这头一句词儿，哎呦，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。
没改呀、啊。废话，您我以为他们创新把这句给改了呢。我这个戏他们不稀罕创新啊。哦，没改是吧？对对对对对。好，嗯，这个二句跟第一句有区别吧？那叫废话。那二一句是天到了这般时，不见回还呢。三句咱改一个，哎哎呀，咱改一个啊，跟这天上人间有关系。你不要瞎说了，不要瞎说了。原词儿挺好的，什么词儿啊？讲身儿坐之来，窑门以外。幸亏对了啊，这是四句，三句，四句，三句。那四句呢？哎，一句不会啊。四句什么词儿？真不会啊？什么叫不会？什么叫不会？你说出来不完了吗？哪儿那么多事儿啊？好，合着这圈一句都不会。说啊，等我的儿他回来，好把饭餐。餐餐就是吃，吃餐一样。哦，这就错不了了。又明白了。哎，这就错不了了。快来吧，一马平川了。来吧，孝子少碰。缺德弦儿哦，一马儿离了分火弯，含羞带愧心思见穿，学人跪坐世太短见，凋零剑舍万痛恩命然黄泉，争权有门。
洗头房。大嫂，亲爱见礼呀，缺德，这娘们认生。趁着我回来晚了，这是啊！打扫起来见礼呀！操你！你要死你啊！你们躲这么快你啊？干嘛你？我一猜你就要打我！说话呀！丁山！哎，行，没事没事，那过去了，那过去了啊！哦，到后边问路了。哦，这儿打听道了。您要再不说，我们就过去了这趟。过，那我什么词儿？哎呀！我什么词儿？说，您不是芋头吗？你说，我考考你。你考我干嘛呀？我还礼是吧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折一军也放个大路不走，十里维护。哦，打这儿问路，打哪儿问呢？这你没告我呀？来，啊、哦，打扫亲来见礼。哎，还礼还礼，这位军爷放个大路不走，十里之为何你？哎呦，哪儿这么一垮娘们儿？那垮娘，就这两句就说不会了吗？过来，来，问什么呀？好、哦、那就回去吧。我瞧你也不老瓷似的。你得跟我对话呀。我怎么对话呀？你不得说吗？啊，换礼换礼，这一军人双了大路不都是礼维护，我好问你啊，打起你的大嫂可怎知晓。哦，从这儿开始了。啊，他说三遍了。来，站这儿吧，差不多了。站这儿了，这边。大嫂亲来见礼啊！还礼还礼，这位军爷犯的道路不走，十里之为何你？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？有命的便知，无命的便晓啊！嚯，你给我解释解释这两句话吧。有名的便知，无名的便晓啊！咱都认得呀。我愣没听明白。那应该呢？啊、敢问大嫂，此事什么所在？啊，北京市。哎呀。那个戏里有这个吗？你打听打听，北京市这没听说过龙门郡。哎呦，多会儿改的？哎，一直就这样。戏里边叫这个，哦，戏里叫龙门郡。哎，龙门郡，龙门郡，此庄里三里屯儿啊！哎呀，你是指这吃？我看出来了啊！这三里屯你打听去？我打听谁去？大王庄哪儿？大王庄，别闹了，大王庄在郊区呢。谁跟你闹啊？戏里边就叫大王庄。哦，戏里叫大王庄。对呀、啊。来啊，此庄呢？大王庄。大王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？啊，有命的不知，无命的不晓啊。这脑子就别出来了，我跟你说吧啊。啊，有名的便知，无名的不晓。啊，有命的便知，无命的不晓啊。就是那刘银花。要下蛋是怎么着？你们那刘银花吗？真的是门口卖盘去了。我去你的吧！要不你还带上？我别带了，我都热了。咱说实在，这分河湾呢，今儿还真头一回使。是，以前没使过这个，啊，觉着头一回，可能有什么到不到的地方，啊，反正后头挺乱，让小黑胖子也够为难的。说实在的，啊，是连提词儿的带汪子儿的。说实在的，啊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再给您说点什么呢？嗯，您看我这人唱啊，咱说实在的，不怎么样，唱不了。是，您真让我来学大鼓，来学评戏，就我这嗓子，好有一比。比从何来呀？野猫肉包饺子，这叫兔崽子味儿。唱的不好听。嗯，咱喜欢，咱不喜欢唱。是，咱喜欢听书。哦。那评书这东西我认为比戏曲有意思。哦，您喜欢听书。哎，最起码来说、嗯、大伙儿都能听懂。是，我好研究评书。哦，你像过去有一位老先生。谁呀？王杰奎。哦，那说书真好。好极了。人有个特点。什么特点？语速缓慢。没错，我给您学学。您给学学、啊嗯、王老先生。好家伙，那醒目呢。
您看看王老先生一上台都这样，稳稳当当，非常的慢。幸亏这台小。礼节还真全啊，还真使劲。话说这位公子爷要喝茶，把茶碗拿过来，掐了一把茶叶，把这茶叶放到碗中，放完之后定睛一看，割多了，割多了，哎呀，割多了，浪费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好一位公子，是开动脑筋呐。按现在钟点来说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好家伙，想到了一个好办法。什么办法呀？取出点来。正好，可是有茶无水，没法去喝呀。拿过暖壶，把这塞儿啪一扔，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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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，把这水就倒进了杯中。倒完之后定睛观看，啊，凉水。您说他这玩意儿不挨揍吗？这个语速慢哦，非常的慢。是，当然了，他慢不是这一方面，嗯，他给你讲茶叶，花茶、绿茶、普洱、红茶，只要是他知道的全给讲，就是不说书。哎，不给书听。嗯，光说茶叶能说一个月，这叫有能耐。也对。哎，再有一点，说评书的讲究手眼身法步的运用。没错，您看啊，他这动作跟台词挨得上。嗯，比方说有这么一段书。什么书啊？小武艺。哦，说书的一上来都这样精气神儿。话说小侠爱狐正在屋中饮酒，忽见外边一道鹤影，小英雄扑吹灭灯光，打电步纵身行，跳到当院，探背绑摁崩簧，擦啷宝刀出鞘，来个缠头裹脑，夜战八方藏道士。好，您看了吗？手眼身法步，您学的还真像，配合的好。是说书的胳膊腿有毛病不行。嗨，这您说的呀没有道理。怎么说书关键在于嘴，跟身上没关系。您这不懂，真胳膊腿有毛病说这段啊说不了啊。一样，这腿有毛病咱甭说，胳膊有毛病怎么？这位有点这个哦，这叫拽手啊。拽手啊，拽子。当然我这内容需要，我不知道您哪位朋友可能有点这方面的毛病啊。反正拽手咱不要紧，凡是拽手的都是我大爷就完了啊。不能让人跳出理来。您倒真和气。这位这样啊，一上台嗯也说刚才那词儿，让您看着就别扭啊，没什么区别。不信我再学学。那您再来看这拽手。嗯，
说小虾爱狐正在屋中饮酒，忽见窗外一道鹤影，小英雄扑吹灭灯光，纵身行打电步，来到当院探背榜摁崩簧，擦啦啦的哎，您这是说书，这他妈抹脖子，这是这不自杀吗？您这像话，他没法做藏刀式了，是只能这样啊，这是没办法。嗯，评书有意思就在这个地方。对啊，而且现在说的这个书目，咱说实在的，千奇百怪，是吗？什么都有哦。您看，有说这个《三国演义》的，有说什么《水浒传》的，有说什么《包公案》的，有都不新鲜。前些日子我在天津听了一回，嗯，新鲜了。什么书啊？不是袍带，不是短打，不是神怪，那没了，什么都不是。那这是圣斗士？怎么还有说圣斗士呢？您听着新鲜吧？太新鲜了。不光您老几位听着新鲜，我听着都新鲜。进去听了一会儿，嗯，好家伙，他说这圣斗士还模仿了一位评书艺术家的声音。谁呀？单田芳老师。哦，单老师沙哑嗓啊，我这真拿本记录了还。哦，这好玩吗？我在这儿给您学学。那您给学学。啊，保不齐有的地儿真不像人家。嗯啊，您看看我这个大概齐这词儿，您听听。哦，上来他还挺规矩，也拍这小木头。哦，也有这个醒目。哎，说这圣斗士这样啊，哼，话说天马星座的星矢带着子龙冰河还有顺，这哥四个就为了救雅典娜那小娘们儿，这一口气儿啊杀进了黄金十二宫，一路之上斩官多斋，皮下咔嚓呲杀到一座宫殿，您猜什么宫？狮子宫。狮子宫守将了不得，叫艾欧里亚，多大的能耐。哥几个到这儿了，这阵看出星矢够意思，那星矢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呐，叫子龙冰河顺先走，我陪他玩玩。那哥仨走了，再看星矢滴溜一转身施展天马流星拳，啪啪啪啪啪，一分钟啊打了十万拳，一拳也没打着人家。喷嚏闹的，好家伙，艾欧里亚不白给，那叫倒转身形，唰啦，这一转身，再看前边是艾欧里亚，后边是艾欧里亚，左边是艾欧里亚，右边是艾欧里亚，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是艾欧里亚，哪个是真的不知道。好家伙，艾欧里亚太狠了，一伸手砰把星矢手腕给倒住了，举过头顶来，撅起来了，心说我今儿妈摔死你，喊了一声我去你妈的吧。星矢这脑袋笨柱子就去了，耳轮中叫起个啪一声巨响，欲知星矢性命如何，明天再说。这个替你鞠一个躬，这还没窜呢。什么演员这是？您看这个了吗？让人听着倒是有点意思，不过咱说实在的，这动画片这玩意儿啊没法说。哎，不适合说。哎，真正说书的还得是说那个传统，是三国演义呀，水浒啊，三国可是三国。嗯，分哪儿的人说，这还有区别吗？哎，
北京人说三国有意思，嗯，讲究三个字，精气神。哦，长坂坡多热闹，北京人一说这样。话说四爷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怀揣恶斗，全凭胯下马，掌中亮银枪，拿赵云在曹营杀了个七进七出，这才闯出重围，来至党阳桥前，站桥上一大汉，正是三将军张飞，保全拱手。三将军，恕末将甲胄在身，不能下马十里。张飞道：“此将军免礼，胜负如何？”惭愧惭愧，敌众我寡，大败而归。张飞言道：“大哥在松林中等候，你前去相见，这里有俺老张抵挡一阵。”说罢一兜掌中丈八蛇矛，是哇呀呀怪叫。您瞧了吗？嗯，北京人说精气神还都有，还都能听懂。是用方言说这段，同样是三国，拿方言说，拿天津话说，麻烦了。这有什么麻烦，一样好听。一样好听啊，根本听不了。哦，他听着亲切呀。亲切啊，天津话，天津味儿，天津字儿，天津口头语俏皮话都搁这里。是啊，那说肯定不能这样了，规规矩矩不行了。那怎么说呀？肯定撸胳膊挽袖子呀，得。我还至于吗？得有一种尚武精神呢。好家伙，你看都得挽起来呀。啊，天津人热情嘛，尚武精神。您看一说一拍，同样的词儿这样。说谁？话说四爷常将军赵云赵龙怀揣哪斗是全凭胯下马，掌中这根枪。哎，那赵云哪愣在人曹营啊，愣杀了个起雾啊！好家伙，鬼旗借财闯了重围。好，赵云来挡桥，见桥头站一大个，您猜谁呀？哎，太跟了，敢请你骂张飞。赵云抱拳拱手啊！哎呦，嘿嘿嘿，借不你骂张三爷吗？那张飞还礼呀！爷爷爷爷爷。老四啊，有戏吗？赵云说：“我歪了，他们人人多，我人本少，我们打不过他们。我就是侥幸得张五子，我点儿太低了。”张飞说：“没事儿，老四，都你的，都你的，谁呀？小曹，没嘛，没嘛。”别看跟你人有人流，跟我的干，我们踹不死他。你让他扫听扫听，我谁呀？我你妈愣着我。这个，这回传哪儿？什么凉活的，一句都不给电，刚才。这个刚才怎么了？这是看着什么了？这个要不您来？刚才咱们这上来说了啊，其实我最大的爱好唱快板哦啊，不能说是专业，就是喜欢。是，因为后台他们都打板儿，我看着我就手痒痒，只要后台有板儿，我拿起来得打一个小时。哎，被誉为我们后台最闹腾的人，确实。不是专业唱快板，就是喜欢啊。这个按理说专场应该我唱一段，结果没想到徐广老师人家给派上去了，但是我不唱呢，我手又痒痒啊。我来一个。没凉活的，这板上得来吗？我问你，咱唱一什么呢？咱唱一你不会的。咱不能唱太大了，真唱一个武松打店，他们也不着急啊。同志，不行不行不行，第二天还得上班呢。三打呀，三打15分钟呢。
不行不行，这个有时候三打，有时候同仁堂，三打咱唱一半吧，啊，三打完了咱来个同仁堂，啊，反正，真是，你看这都带着板，你看看，真是小子何德何能啊，大伙儿都没有走的，真是谢谢大家。你看他跪下了，你看看。我这不为给你一会儿包头吗？不是，我唱三打，您是下去呀、啊，还是下去呀、啊？嘿，我下，我别下去呀、啊，没我能搅和吗？您来一个三打，好在第二天大伙儿第二天都不上班吧？啊，我尽量口风快一点啊！没，实在太晚了，明儿我那课你就上去了。您注意。唱个什么同仁堂，没我也不热闹啊。这个咱说实在的，同仁堂是相声基本功的段子，说学逗唱这真占一个唱字，太平歌词莲花落数来宝，同仁堂这叫数来宝。我给您来一回同仁堂啊，您来一回、啊、您注意，嗯，掌声啊，我真难为情，说实在的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
好是擦皮鞋来了是吧？累，累了，累了。这个同仁堂，这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，先生好比甩手自在王，药王爷就在当中坐，十的名医把这列两旁，先拜了个药王，后拜你，你是药爷的大徒弟。哎，药王爷的个本姓孙，提龙跨虎手捻针。内科的先生孙思邈，外科的先生华佗高，孙思邈把这医道高，了个32岁保唐朝。正宫的国母得了病，早先号墨治好了他，一针治好了娘娘病，两针治好了龙一条。万岁一见龙欣喜，传着宣他再当朝，封他的文官，他不要封他的武将，他的头摇。万般出呆了无忌奈，这才亲赐大黄袍，在一旁怒恼哪一个，怒恼了京北老鹰袍，威臣我东挡西杀，南征北战跨马抡鞭功劳大，为什么不赐大黄袍？小小先生开了个良方治好娘娘病，可这我主就赐那黄袍，搁着为民臣不要。黄袍的事情我不着，这个老京北他越说越恼，越有气，手提着钢鞭赶黄袍，一赶赶到了八里桥，这个药王爷这个妙法高，脱下了黄袍换红袍，这个黄袍供在药王岛，黎民不兴财的香烧。您老这个买卖有兰桂，兰桂本是3尺3寸三分高，这边放着个压药碾，那边放着个炸药刀，炸药的刀亮堂堂，几味草药您老先尝，把它先炸牛黄玉狗宝，它后炸槟榔雨麝香，那个乳香末药是姐俩，这个贝母冰片有大黄，桃汁陪着杏仁睡，二人躺着沉香床，睡了三更将白夜，胆大的孟贼跳进墙，盗走水银50两，那个金毛狗儿叫汪汪，有丁香去送信，那个人参这才坐大堂，佛手抄起粘草棍，棍棍打在陈皮上，那个打着个陈皮流鲜血，那个鲜血甩在木瓜上，大苏丸那小苏丸那放大海呀，激流圆那狗皮膏药贴风寒，有一天丸二治丸三肾丸，还有槟榔四消丸，五虎丸六参丸西针丸八宝丸九龙丸那还有十全大补丸，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，唱的名儿都唱不完，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，福寿双全。好，好，今天我们的演出到此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光临，我们明天再见。请我们的弦师款动丝弦，学徒我志得诚诚给您唱。